个手。全军出击！来吧，先 AQ 一下，这大虫子不动了，掉线了，漂亮！啊，原来没掉线。AQ 一下，马上我们升二，他死，三二一。闪现平 A 点燃 W A 接 Q， 这波必须是闪现平 A W， 知道吧？必须是。A W 住 ，A 红怒，再 A 红怒一个 Q， 太够打，插个眼儿的。他二级学的口臭，那没办法，没什么了啊。都是一下，我们升了，一上来军座 Q 一下，一走，这波我不出意外应该是死了，看看能不能换个大虫子吧。哎呦，喂，等个药。出门看他推不推这波线儿，他不推他就亏。四级了吗？三级，三级还好，我们小控一下，攒个两管怒。希望这大虫子不要太幼，他应该出兵权的吧，肯定出兵权，大虫子不玩，不出兵权玩什么大虫子。双火护手，一上来 A， 等他骸骨换个 Q 平 A，A 接 W 走位呀，这走位没走掉，平 A 红怒 Q， 不行，这不能打了。哦，哎，我散架了，这波没玩好。吃扣吃太多了，吃了好几个扣。完了，他要小反甲，我们可能有点打不动了呀。他出俩步甲，他肯定得出小反甲，有点要打不动了。我得杀他两把吧，能继续的滚起来血球，差不多。这么准，大虫子，一 Q 平 A 一，再 A， 再 A，
是个暴者，这人是主 Q 的吗？怎么 Q 吸地这么快？没技能了啊，这一手 Q 一下平 A 一过来 W 晕住接点炎，平 A 一回来穿死 Q 一下，完美越塔。我感觉我还得再吃他一层塔皮试试看吧。啊，快点开大运作红怒扣，走位走位走位，好，没关系，红怒扣还好我及时的大出来了。先来个水银骸吧，控制这么足就是出水银骸容易打不动，我可以减减控。完了，德莱文起来了。嗯，没起来啊，包女儿起来了。包女儿起来其实不是一个好消息，她有点灵活。这波不吃他塔皮了，我们把这包女的蓝给他打了，一方面让包女发育的慢一点，一方面让发条发育的慢一点，别崩得太快，他们家后期挺烈的。这个打完再吃他个蛤蟆，nice！ 吃完蛤蟆再吃他个小三郎，馅儿我不要了，走回去收馅儿，给他留一个，把这包女上半段野区全给他打了，再扫他一下让他生气。他没事干他就只能打峡谷，要么他就来我们家，来我们家我们就找他，他要赶扣我可以让他赶扣，没关系。我估计他可能上来了啊，你看这大虫子的样子他就不一样了，你知道吧，来就搁我右边呢啊，记得杀包女那一波，他俩打不过我们没事，跳弹一过来闪现晕住踩住，哎呦我平 A 一个 Q， 这大虫子有点烦，先走位一波，别着急吃狗屎，平 A 平 A A 接 W 的晕住 A 接 Q， 他可能要闪 A E 再 A 一过来，死了几个包女死没死，那啤酒人是中单呐，干哈呢，回头 Q 一一段晕住平 A E 再 A， 他加血了，没有办法，他虚区不够。
那啤酒人中单也太垃圾了。这把可能我们先出影魔刀，大虫子挺坏我事儿的，大虫子 Q 挺准，红怒 Q。那大虫子 Q 挺准，怎么回事你呀？啊，你能跑得过我？我二速还，兄弟，你马上有小兵你就要死，我跟你说。他怎么又有 Q 的蓝了？哎呦我天，烦死了。不过大虫 Q 真准，我一个都躲不了。是鳄鱼太笨，不是鳄鱼太笨，我真躲不掉。走了，回家可写战俘去。出红宝石吧，血量高一点。唉，影魔刀就不能出血手，算了，还是盾盾吧。你别跟他砍了，他把你吃了，你瞅瞅。这不是白送吗？真肉啊！真肉，我的虫子哥！看来杀他得来破败了，这小子去吃屎去了，让他吃，等他吃屎归来，我们也就塔都拆完了。看他秦王要柱，不打了，中单可能来了，这波不打了啊。中路跟打野人没了，没看见搁哪。可血战打不住，平 A 平 A 平 A 平 A， 大招开起来，点炎踩住一过来，平 A 一过来 ，A Q 可血战俘，你终于没有 Q 到我了，兄弟。这把剑圣其实挺可怜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看着剑圣都可怜。我一瞅着剑圣，哎，他跟人打打不过。我一瞅着剑圣，哎，他跟人打他打不过。没有一回他能打得过的人。这包女儿啊，自从我把他野区收了以后，他就再也没收过野了，好像。三郎他没收过。我们先把跳弹打了，在这等他一手啊。好，他去河蟹了。
AW。 哎，你这个懒猫，你这个懒猫，往哪走？走位。挺烦人啊，挺烦人。回家了。算了，不回家。回什么家？回家。咱先来个振奋，这样就无敌了。2500，差400。发条往上走，想好没？你可能没想好。我一个这种发育的鳄鱼，你敢上来抓我？你可能没想好。咱也不知道谁给的勇气，你说追人家去了，硬往人家野区里边送啊！快跑啊！别回头，别回头，快走！这波看着什么叫一打五啊？这波看好了，什么叫一打五？让你们知道知道，见识见识，兄弟们。什么叫一打五？啊，见到了吧？什么叫一打五？就是没打过，啊，就是没打过。哎呦，我这奶妈真能奶呀，这奶妈！差一个装备。这个装备应该杀奶妈的，我一开始想着是杀奶妈的，你知道吧？后来我又一想，你说他们这些人全 AP 伤害，谁又能打得动我呢？除了德莱文，我只需要死追着德莱文扛着他们的虚区就可以了。但是我发现事情不简单，给我，你能粘人，你不给我，谁给你打后排呀，兄弟？你说我这种发育的鳄鱼就少个红 buff， 你还抢抢抢抢！等个大招，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，这是怎么死的？先走一走，你们还想打团不？可以打，其实你往后点，你往后点，你像精神病似的，你往上冲什么？先杀到奶妈，奶妈一死，游戏结束，给我杀来，我看谁敢杀我，我看谁敢杀我，你给我晕住，扣一下，就少个红 buff。这顿抢啊，扣一下你也得死吧，跟你也不用你狂妄，能不能晕得住 AQ 卖宝，一上来 A 再 E 链住可写战斧 A 接 Q 杀德莱文，跟我走位，来一上来一过来 Q 一下平 A， 再 A 红怒 W 可血战斧接平 A，Q 一下，这怎么还是啤酒人拿的600呢？你咋的呀？旁边最多有发条啊，可血战斧接 Q 晕住，杀奶妈回来，杀啤酒人，我不认识他啊。平 A 红怒 Q， 别打了，杀奶妈，杀奶妈，坏了坏了坏了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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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先走了啊。其实我觉得能打，给我上来
我揪你的奶。抠一下，人打了一万年，打了八十秒，这波给我大招都打好了，打大龙不是打小龙去。哎，打打打打打打打！包底没来，大虫子回家了。啊，包底来了！我操了！没有人挡一下那个 Q 吗？这也能抢着，兄弟，我都醉了。哎，赖我了，我挡一下好了。下一件装备出个啥呢？来个反甲吧。反甲蟹手死亡之舞，出这玩意儿太脆了呀，出不出炼金朋克巨链呢？黑切反甲蟹手也行，黑切反甲蟹手吧，黑切反甲，先出反甲，直接把它拿出来得了。下件黑切，再下件出蟹手啊！我真的就差个红 buff， 我们是非常右的，你知道吧？非常非常右的。这个可血战斧可以给我们回好多好多血，这波直接跳弹过来扫描一下，杀奶妈，闪现一过来开大招晕住奶妈，可血战斧再一接个 Q， 闪现平 A 再 A 致命点燃接平 AQ 死奶妈，来一上来晕住可血战斧 A 接 Q， 杀德莱门，你往后点你 ，A Q A E A W 破盾 A 可血战斧接 Q， 可血战斧呢？你怎么回事 ？Q 一下，晕住平 A E 平 A E， 可血战斧走位走位，往上走往下走 ，Q 一下。八宝柳树一下一回来，哎，小包女儿还挺骚，我幼不幼？知道我的幼度了吧？我让你知道我这到底有多幼。一过来，八宝柳，这奶妈怎么回事？从我一穿过去了，嗯 ，Q 一下，八宝柳树一可血战斧一死。我杀疯了我，打个红，红让谁拿了？让剑圣拿了，靠！我们先卸手，再黑切。我发现我不需要黑切，我必须得再右一点。问问他们能不能给我个红，看看看看看看是不是打大龙了，眼儿杀大虫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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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晕他一过来晕住可血战斧，他要交闪现致命点燃接 Q， 哎呦我这么右没打走位，我们去绕一圈啊，穿出来开大招，杀发条可血战斧接 Q 平 A，
哎，一过来一回去接 Q， 这怎么回事？一回来，我杀杀包女儿！哎呀，我先把 E 交了。小龙，哎呀，我天，这么能溜啊！哎呦天，给我溜完了，给我溜的。发条没在。哎妈呀！我可血战斧，一走先不打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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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弹走。确实也不能赖剑圣，大虫子一下一千，剑圣只有700。真幼啊你，嗯，你是真幼啊你，你幼，你幼，我告诉你，一会儿我回家出可以接的，我先不打了，没有意义，跟他打一点意义都没有，毫无意义。晕座一上来 Q 一下 A， 再 A 接 E， 接点盐，杀发条，晕座平 A， 夜走 Q 一下，这挡一下子。哎，可血战斧接抽，我一会儿出黑切，你等着，我指定出黑切。太幼了，真是打不动啊！这让大虫子回家，咱们不打了，让他自己玩去。他多少血？他4000多滴血。还好这是风中龙魂啊，没事。大龙眼儿，蟹手，打个红，给我个红，给我红，团吧，可以团。别越塔，别越塔啊！快走，快走，皮有人，快走，快走！哎呀，这怎么让人给抓了呢？我跟你说，这宝石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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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撤！寒冰没在呢，一会儿给你留住了。哎呀，打他干哈呀？真是够呛啊！打得好，漂亮，这波可以杀，给我通杀！你给我晕住，你个老包女儿，漂亮，这啤酒人，这啤酒人可以啊，给他穿甲来闪现，来平 A 可血战斧 A 晕住红怒 Q 打大龙，哎呦这啤酒人，啤酒人这个炸可以啊，我都没想到这波能打赢啤酒人的炸，炸的好，正好炸我旁边的了，何来文。咱先把咱中路给他推了，真没想到啊，他们上去先砍大虫子给砍赢了，真是没想到啊。看看有没有红 buff 啊，哎，有红 buff，在这儿小等一手，
藏一下。呀呀呀！我再等一下，打个闪挺好啊，挺好。我先撤了，咱得来个小龙了，把小龙打了。这个小龙一定不能丢啊！不来骂杀，送啤酒人，啤酒人大招撇空了，没关系，我们打小龙啊！咱先打一手这大龙的啊，别着急，开大招，炸，给我冲，给我冲，就杀这大龙的，这套点人。点盐为啥套不上啊？点盐，先杀包女儿，剩几个了？没事没事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。要一波，要一波，要一波。等一会儿啊，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一个追三个跑。君住的大虫子，可血战俘，我携手触发，快跑！平 A 接扣 ，AE，AW 一回来 ，A，A，A 接扣接可血，哎呦，我这剑圣可以，我给你开视野来，走，打小龙吧，你去打去，我把下路拆了，没人打后排，那也进不去呀。还得来黑切，实在是没有伤害。剑圣捡起来了。现在没有任何人能控得住我啊！我们三重印性又来了，没有人能控得住我。我这印性，我看啊，我印性63%，你知道吗？我这水银之靴的印性30%，加上我这个传说的印性30%，加上我这个25%的印性。中！哎呀，好样的！哎呀，这包女儿行啊！先把塔拆了。现在没有任何人能控得住我。先杀奶妈，揪她的奶，咬住她的奶，溺死她。剩个八条，一上来晕住 ，A Q A E 再 A 打一年，我操！快走，你走开，别误伤了你。我告诉你啊，这是俺们俩之间的战斗，跟你没有关系啊。Q 一下 ，W 住。平 A 可血战斧，来二段 E， 哎，有扣的 ，nice， 他还没死，我给你扛塔来，你给我晕 ，A E A Q A 红路穿，给他破甲吧，我就不用 Q 回血了，哎，别死了啊！太幼了，这鳄鱼！怎么个事呢？这发条晕，给我杀！杀奶妈！杀奶妈！我扛塔，我给你，给我杀！好，来保护一下我们家这宝石，双钻 E， 红怒 W， 行的，给剑圣吧。我要人头已经没有什么用了。哎呀，宝石别死啊！我
把它 W 四秒一个，一技能八秒一个，给他二段 E 给他穿甲，大铜的三百点护甲，给我杀他！这老些人呢 ？MVP 没了，那他不可能。那剑圣死多少回，我死多少回，怎么可能呢？那都不可能的事儿，那都 MVP 不可能是剑圣，不可能。